在我们东北，吃完烤肉必须在烤盘口馍，汤汁鲜美，再蘸上烤肉料，太美味了。3元1斤的口馍用盐水浸泡5分钟，清洗干净，掰掉尾巴，放在刷了油的锅里煎2分钟，翻过来再煎8分钟，撒上盐、胡椒粉，蘸上烧烤料，太美味了。